好，我们看下面这个漂亮的题目啊，利用辅助线来造辅助图形，AC 垂直 BD，你画两条互相垂直的弦，AC 垂直 BD，OM 垂直 CD，哦，这样 AB 就是 OM 的两倍，这一段长就是这段长的两倍，很天然的啊，这个。以前的这些前辈能够发现，真是厉害啊！这个很天然的，两个垂直的弦，有没有？然后圆心对它做个圆心锯，这个就是这个的两倍，这显然不是人造的，很自然的。大家想想看，它辅助线也是稍微难一点，有三条辅助线。如果想自己好好想想看，可以暂停啊，因为我们影片不可能停太久。AB 就是 ON 的两倍。好，我们公布辅助线喽。哦，我们等一下主要为什么 AB 会是 ON 的两倍呢？他们怎么扯上关系的？我们要知道中位线呢。圆周角，直径的圆周角，直角三角形，是不是延长 CO？先造个直径，延长 CO，交圆于一，再连 DE、AE 啦，这样，延长 CO，交圆于一，再连 AE、DE，三条辅助线，这样就能够把 AB 跟 OM 呢。连上关系了，请大家试试看它的证明。好，我们公布证明过程喽。做直径 CH，然后连接 HD。AH 像图画这样，那形成的直角三角形 HDC，直径的圆周角和直径角 HDC、HAC，好不好？两个直角三角形形成两个直角三角形啊。那我们先看这边是直角，那刚才题目给垂直嘛，AI 垂直 BD。所以 AH 是平行 BD 了，它们都垂直 AC 啊，AH 平行 BD，也就是说 ABDH 是个梯形啊，ABDH 是个梯形，那在原平行线截等弧长嘛，所以 AB 旋就等于 HD，就是等腰梯形，AB 就等于 HD 了，利用这两个平行。就把它换过来这边了，那我们再看三角形 CHD，这个直角三角形里面，CH 是直径啊，所以 CO 等于 OH，那这旋心锯嘛，O 对 CD 做垂线，CM 就等于 MD 呀，所以是不是中位线？OM 是三角形 CHD 的中位线，CO 等于 OH。CN 等于 MD，中位线是 OM 就等于二分之一的 HD，或者说 HD 是两倍的 OM，那 HD 就是 AB 啊，所以 AB 就是两倍的 OM，很漂亮的证明哦，能够找到这个关系呢，真是 就是做一辈子研究能找到一个这个就算很不容易了。那这边我都有。就 AH 是这些辅助图形的什么部分啊？可以请大家参考一下。这边形成了两个直角三角形，CHD、CHA 作为辅助图形，还有这个梯形 ABDH，这也是个令人蛮印象深刻的题目哦。好，谢谢各位。